我是钢管列车长的111年927号。北方。6:07的话是470。然后地下室有三家的，地下室有470还是能把到中心看看马路调个车。对，不要让关闭车门。17:03，青龙的中心应该到了。乔克这杆子来讲麻烦。这些只有我一个，也会到那里面。我全没干嘛，专门就都丢我们的时候。